踩单车惊磨损，小齐叫家宝唔好着底底。任贤齐同埋陈家宝日前就出席单车百万行记者会，身经百战嘅小齐表示可以踩几百公里，13公里嘅话佢可以踩多几转啊。而小齐更加向家宝传授心得，直言踩长途车有用衣物系绝对唔可以着噶，而嗰样竟然系。唔可以穿底褲嘅，唔可以穿底褲，因為有一個女仔，我一個車隊嘅朋友，佢話一個女仔，為咗佢平時穿 T bag 嘅，但係佢穿喺單車褲入邊，後尾咧佢坐唔到，因為磨，因為不停踩不停喐嘅，磨得好痛。單車褲真係唔穿底褲，唔係講笑㗎。你有冇試過穿底褲踩啊？正常底褲都我冇啊。對於小齊提出不要穿底褲的建議，家寶似乎未能接受啊。是不是不穿得的嘛，現在踩的時候因為頓很小、如果長距離真的不要穿底褲的。這麼刺激我不知道，今天第一次考慮，我真的不騙你的，真的這個真的、但他應該很大心理克服，你知不知道、你知不知道、這樣真的去踩，如果小齊那個這樣的，我應該都正路都應該要效法一下的。